纽约布的话，我们会分两个角度做给大家看啊，因为它是往旁边的纽约布，不是往前面的，所以我们先做旁边的，待会儿再做正面的，好吧？这个就叫专业啊，就是刚才动作结束到这里，掐音掐一掐，大家好，两个纽约步，走 ，two 手拉高，前脚伸直，好，开始锁胯，回重心，然后呢后退，旁边追步 one， 然后呢右边再做一次 two and three， 回重心，掐掐掐，纽约步。好，现在我们横过来给大家做一次哈，纽约步的形状。预备，走 ，two and three， 回重心，旁移，追步，打开 ，two and three and 旁移，追步 ，OK。好，女生我们跟男生的动作是相似，但是这个动作呢，两个人同时去做，同时发力，同时收回，我们把我们的重量放在我们的脚上。男生你带你的时候，和他同时转身侧行动作的时候，到达位置，请你把你的重量放在你的前脚上部的那条腿，动力腿，然后通过动力腿转换为主力腿，推环到另外一只动力腿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上的是右脚，那么从右脚再转换回左脚。同时进到地板，拧转身体，回到和男生同样的方向，再转回来。下一 one， 反面也是一样。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如果轴心现在是在你的右脚上出去，那拧转你的右脚，不要一拍就把重心完全站到前脚去，因为动作音乐节奏一快，你可能会站不稳。所以你把你的重心位置放在两条腿之间，然后再通过前脚的位置推环到回来后面的脚。转回正面，cha e cha e one。